深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啊，我把手推开，来吸，用什么地方推开？用你的腰啊，把手推开，来吸气，呼气，再来吸气，呼气，再来吸气，呼气，好，连贯吸，呼，加快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动起来啊，跟拉风箱一样的啊，拉手风琴，感觉到了吗？对，再来吸，呼，吸，要动起来啊，发热了没有啊，同学们？一定要发热的啊，对，再来一次发热。哎，感觉到发热，再来，好，好的，啊，有一点发热的感觉就对了啊，用上气息是吧？嗯，好，啊，来，腰部的力量，好，好，啊，这样啊，看一下，好，好，啊，好，好，啊，好，好。腰部的力量，嘿，嘿，嘿，找到了吗？啊，来，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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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感觉到你的气息，你的腰腹部是先动的，一定要用气息去带动你的声音，用气息去带动啊。我以前讲课就讲过了，就是这个气息啊，就感觉是唱歌时候的发动机一样，是不是就跟我们开车一样，你先把火打着，对不对？先点着火，先把发动机发动起来，然后才能开车。那我们唱歌也是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个气息非常重要。所以大家在练声之前啊，并不是一开始我们把气息先走动走动，流动流动，这样是最好的啊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对，要发动机一样，先把它发动起来啊，来。好，气息带动你的声带，震动而发声啊，震动而发声，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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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就是讲的气带声啊，气带声，对的，走，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好，好。你看我的气给的多一点，声音就大一点，对，完全是气息推动了声带，明白了吗？有感觉吗，同志们？有没有感觉？今天一定要找到啊，气推声的感觉啊，来，哎，小点给气，声音就小一些，对，然后中间的嗓子全放松就好了啊，全放松，行啊，往下走，嗯，速度不快啊，但是要把它弹起来，把手推开，嗯，把手推开，好的，嗓子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唱得很重，嗓子也没有感觉。完全是气息，完全是气息啊！同学们一定要找对方法啊！再来，有感觉吗？今天啊，今天这个气息有没有感觉啊？所以今天第一点就讲了这个气息。好，第二点呢，我们还是要讲哼鸣啦。哼鸣开始啊，先唱五度音，来，张嘴巴，嗯。
集中，声音集中，声音一定要集中，小声的来。同学们啊，往上贴，气息要流畅，对，气息流畅，嗓子打通，要打开啊，打通打开，对，嗓子这儿，哎，这么宽呢，不要去掐，这都是掐嗓子的声音啊，很自然的，你吸开是什么声音就出什么音色就可以了啊，本来这个练声啊没有太多音色的要求的，尤其是这个哼鸣更没有音色的要求啊，你就吸开，就很自然的声音就可以了，嗯，走，下巴松一松，进步超大的啊，好，落下，往这儿放啊，好，最后一个放下，对，坚持，好的，来，声音持续往上走啊，往上贴住，找到了，这是第一步啊，更重要的是贴住它，嗯，哎，跟着琴走，推一推啊。醒了啊，张嘴给气出声，对，第一个动作张嘴不要忘了，第一作用是打开腔体，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吸气了，对不对，嗯，一个动作完成了两个任务，多好，张嘴巴，上，下，行了啊，好，加油，嗯，
方法啊，牙关松开，轻轻的打，哎，轻轻的打嘟就好了。主要是气息要推起来啊，要推动你的声音，对，气息推动声音，气息带动你的声带来出声音啊，那么声带就要放松很多呀。嗯，好，继续。小嗓子一定要松啊，一定要松，再小点声，又有杂音了。好，走，下起来没有啊？小声。去啊，走，对，放松嗓子。同学们，这个音呢是高音 F， 小三儿组的 F 啊，也就是发。好，下行，走。Yeah.